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嘉宾们，我知道今天有新朋友来，大家晚上好，好，好不好？好。这是我们一个最亲热的一个打招呼，是不是？好，介绍一下我自己先。那我是星光组织香港王梅团队的飞马领队张美珊。也叫三，今天都是两个三都上来了啊！我叫 Sandy 啊，所以呢，今天就是首先呢，非常的感恩公司呢，感恩 Elden 总经理，感恩 Harry 经理，感恩 Kason， 感恩 Ray 啦哈，对，给我这个机会，今天上来给大家分享。其实今天呢，这个是新公司的这个舞台，我好像是第一次上来哈，好像那个心情还是挺紧张的。谢谢大家的掌声。那今天呢，刚才大家听到 Kason 讲到八月中我们会有那个培训课程，是不是？哇，这个很重要哎，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培训啊。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海报啊？哇，很棒的，是不是？大家知道那天的讲师是谁吗？那个课程的讲师，对耶，那讲师是 Kason 哦，培训部的我们 Kason 为我们安排，为的是什么？刚才他也讲了，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就是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根基打稳，是不是？你的根基稳了，你上面要怎么起，要多少？要万丈的高楼都可以，香港好像最高才100，有没有108层的哈？那万丈高楼多少层？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高的。所以说，但是你要做到这么高的一个目标，根基一定要打好，是不是？所以呢，我在这里今天就是说，到这一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我们先给个掌声给我们的培训部的 Kason。还有我们去预备，我们去，还有教我们这些基本的培训课程。刚才讲到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打好这个根基，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新朋友加进来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去开始这一个生意，怎么样的去做得更好？其实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根基，就是一个新人起步的问题，是不是？有听过 NPO 的都知道，老板里面有教我们六步哎，哪六步？首先是设定目标，还有呢，列名单、邀约、分享、跟进，是不是？哇，非常的棒，所以。这六个简单的步骤呢，其实就是我们新人起步的一个重点。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够做到每一个新朋友他加进我们的例会公司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六步开始，那我们就能够去一起去好好的去做这个发展，是不是很重要？这六步很重要。这里我讲到，如果讲到这六步的时候，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上线跟下线的一个配合的问题了。那我们去怎么样去做到这个好的配合？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上线，去带领我们的新的伙伴们能够在这里把这个根基去扎好，去开始我们的例会的生意呢？那这里我又要想讲一下故事哦。我想这个故事应该有大部分人都有听过的。那我当初进来这个例会的时候呢，其实我一刚刚要听到这个分享我们例会公司的产品，例会公司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引路人王梅啊，非常的感恩他带我进来啊，先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当时呢，我就是看到他。在这里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成功，这也是他在分享的过程，他是进来的第一个月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收入哈，
这也是吸引我的。刚才 Kiss 也分享我的时候就讲了哈，我是一个是想找机会的人，我很努力，我去打四份的工作，就是想找机会，想在那些不同的工作里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能让自己去有更舒服一点的工，然后又可以收入更多的嘛。但是打工大家都知道嘛，打工打工永远都是一个空嘛，是不是？所以呢，当我王梅给我介绍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收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市场非常的大，我看到这个机会。所以呢，他就是也讲到他的收入呢，就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加入机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哈。除了当然是产品，我们不排除。这个故事就是说我看到呢，我们的王梅飞马。他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当时进来的时候也是小白哈，也是好像非常的简单，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听话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廖远大领导，我们的荣誉飞马领队廖远大领导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上线领导啊。在听到他的反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他们就是上线跟下线的那一个配合。非常的棒，简单相信，听话照做，是不是？你看那时候我看到是我加进来之后，我看到他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你看我们的亮眼领导叫黄梅，你说冲一星他冲一星，冲二星冲二星，上线孔雀到飞马，是吧？好像那时候大家都不懂，大家都反正就说哦，说做就来，说做就去，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我就看到他们家的一个上下线的这个配合非常的好，而且你作为一个新人的王明的时候，作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的配合，是吧？领导怎么说我怎么做，领导叫我往哪走我就往哪走，叫我约人我就约人，是吧？你看我也是在这里去学习跟复制他们，你看，所以说我是看到这个配合非常的棒。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一个配合，结果出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结果，是不是？所以呢，我也在这里复制咯。哦，我的黄梅妈妈叫我说，哎，我们一星、二星、三星，我也跟着来，就是这样子去复制、去配合。孔雀飞马，这当然是。就是我用两年的时间在这里就把这个飞马去完成了。那这个真的不是讲的那么容易那么简单了，大家真的是要很付出。还有呢，我在讲到冲飞马这个事情，我又想到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的王梅飞马成为飞马的时候呢，他完成飞马之后，接着公司就有一场的表扬大会。那时候是疫情啊，疫情的情况下我们都在线上去做表扬大会啊，做所有的会议都在线上，因为不能线下做公司的。哇，那一场我们就说哇，王梅，我们的王梅冲上飞马了，我们呢就个个都搬着凳子啊。那时候我们在太子，我们做了一家工作室啊，有大300尺左右的地方，然后我们所有的伙伴们。哎，那天晚上就早早就吃好饭了，晚上嘛，那天晚上大家就在那里一起吃饱了，就搭上凳子就在那里排排坐，就等着挤得满满的，很挤，挤得满满，就眼睛看着电视，看着我们王梅飞马是怎么被别人怎么飘出来的，看来那个相片，那以前我们看过那个飞马的那头那个相片是飘出来的嘛，我们就很认真看，认真看，哎，一个出去了。然后看不到他相片出来哦，那有没有看到？还有以为他没看到，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原来结果大家都没看到，没有看到哎。那时候就，我们想怎么会看不到呢？原来呢，那场的表扬大会非常多的飞马，原来只有飞马五以上的才可以相片飘出来耶，是吧？那哎，那时候就。我们都有一个很重的失落感，因为我们很希望嘛，就我们自己组织的第一个飞马出来了，对不对？
很期待的看，要看他哇怎么样，是很风光的走出来，结果没有出来。然后呢，然后每次拍打，不行，原来呢，成为飞马还是不够的，连飞马呢都看不见的，都不出头像了，是不是？他说要飞马舞，飞马舞才能够让人家看得见。所以呢，那时候他就喊出了，好，今天我要冲飞马舞。你看厉害吧？所以我是讲的那个我们要的那个心哈。那我呢，我一听他这样讲，他要成为飞马舞，那我必须要成为他飞下面的一个飞马，对不对？那我是他的直推耶，是不是？那我说，那他要成为飞马，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配合他，我要帮他完成他的目标，那我必须要做我自己本分，我要成为飞马。结果就是在三月份我就决定冲飞马，然后我完成了我的飞马，就帮我的王梅也成为了连续组队飞马一。看见没有，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配合领导。我们上面大家有目标的时候，我们去配合，其实这个配合也直接也在帮到我们自己。我冲飞马的时候，我的伙伴们也在配合，是不是？大家都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的时候，大家的一起口袋都胀胀的，对不对？所以说没有目标的时候，大家都放脚步就放慢了，是吧？你看我们在这里这样的去配合去做，我也是，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团队的伙伴们。你看我的出书帮孔雀领队，冯伟林孔雀领队。还有我那个马启凯三星领队，李永红三星领队，啊，郑雅欣三星领队，还有那个啊，我们的那个二星领队许树年，我是讲他们就是真的是，还有我们所有的伙伴啊，他们几个呢真的是在我无论我在冲目标的时候，他们都是那样的配合的，一起把我的目标当作他们的目标一起来冲。这就是我讲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其实组织团队我们必须要有大家一起配合的那一个想法，那个思维，大家看得到目标在哪里，一起去做，一起去冲，一起去完成，是吧？所以非常的感恩。你看我特别想感恩那个七七姐，她呀真的是让我感动的。我冲孔雀的时候她比我睡得还少，我冲飞马的时候他也比我睡得还少，当我完成孔雀的时候，他也是一句哇终于完成了，我可以睡个好觉了。因为他也是我一条线嘛，这真的是为了掌声要给他。我是他是我一条线，他就会这样的去配合我，他要完成他自己该完成的那一个，是吧？他就是拼命的去约人啊，拼命的去做去完成。我完成飞马的他也是哇终于完成了，又可以睡一个好觉了。你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看到我们的伙伴这样的去配合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感动的，是不是？所以说任何的东西不是说一个人去完成，就像我说我讲是虽然是飞马是我在完成了，但是说不是一个人的，没有组织没有团队没有伙伴们的一起的努力，没有可能，是不是？不可能去一个人去做到。所以说这家公司就是这么好啊，刚才讲到制度，是不是？他的这也是包含的制度里面，他就是这么好，就是让就是这个制度设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互相配合的去完成同一个目标，你不是一个人能够去完成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讲到这里你看我们讲到一个个人的配合，讲到团队的配合，组织的配合。那我看到我们最近也是有了一场那个本世纪最大商机的会议啊，非常的感恩呢。首先我在这里真的要给我们的 Henry 经理一个很热烈的掌声，就他不在这里，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付出去协助我们。当我们有决定安排这一个世界本世纪最大商机这一个培训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讲6P，然后呢，他就是很付出的去
召集我们开会，我们安排讲师的时候，安排我们讲师帮我们去分析一下，我们去怎么的去做，怎么的去讲，是吧？教我们怎么样去写稿啊，写的不好的再写，写的不好的再写，是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培训，我自己就感受到了，因为那一股的认真，好像以前我们都不讲稿不写稿的，是吧？上了台，哎，讲到什么就讲什么，是不是？总是每一次呢，就是总是觉得，哎，下了台之后才发现，哎呀，我有一点重点没讲到，哎呀，我本来想讲的我没讲到，是不是？所以呢，让我们去写稿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更加深刻的记得自己今天想在这里表达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六 P 的那个分享会里面呢，我确确实实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领导人呢，第一场就是我们的孔雀领队，还有我们的飞马，我们去讲这个六个 P 去分享，然后大家都是那个认真的态度，所以呢就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伙伴们。我们那天是星期六完成，接着星期三，上个星期三呢就我们自己的伙伴们，我们让一些三星的领导，我们也来练习去讲的时候，哇，我们就看到那里的结果，他们也在复制着我们那一股的认真，那一个的态度，去听以往所有的领导之前的大领导的去分享，然后结合我们现今的一种状况，该怎么去分享，把那个主题去讲。哇，我就看到他们真的是在这里去成长，是吧？看到他们那股认真的态度就很欣慰的，是吧？所以说，你说会议重不重要？是啊，我们就是觉得就是在这里，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是将这些东西去做好，然后去复制下去，是吧？你看，我去复制我的王梅飞马，我们一直一步一步走来，然后我们的伙伴们一个都是这样的去复制，该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然后都是这样的，一星、二星、三星，大家都朝着目标去走，是吧？如果说这样的去复制，大家说好不好？复制一个成功，然后我们一个个飞马的复制出来，好不好？好，就是。然后这里到时候可能不单单是前排坐飞马了，可能几排都坐飞马了，是不是？所以呢，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我在讲到这里呢，就是非常的感恩公司了。我们以前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没有领导，公司的总经理啊、经理都不能过来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公司那时候就有了 Kason 在我们的当中，是吧？ Kason 就是刚才他也讲了哈，刚好是八月份他进来的，今天是他一个特别的日子。然后我是看到 Kason 他也就是进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小白哦，也是小白进来的。就是从零开始在这里，然后你看公司他们的培训的老师怎么都不在身边，对不对？然后他们 Kason 是怎样的呢？他也就是靠这个电话哦，去好像以前是 Kason 经理啊，所以他们呢就是这样的在电话里面去一直去培训，去带着他，然后他就一直带着我们，是吧？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感恩 Kason 呢，在这三年里面就是这样的陪过我们走过在疫情那个最艰难的日子，是不是？对，谢谢大家。真的是其实有我们有大家一起的时候，其实讲到 Kason 大家都非常的有感触的，他真的是你看就是这样的复制跟配合，他一直在配合着我们的需要，去带着我们，帮着我们，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之前20个人的一个会议现在能够坐满，满到在以前在尖沙咀那个公司坐不下了，然后总经理要找这样一个更大的地方来让我们去做，让我们去做满，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去把生意去做大，组织做大，是不是？所以呢讲到这个我就真的是看到我们的总经理的付出，讲到总经理我就真的是非常真的是最要感恩的就是总经理了，在这里，你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
疫情刚刚开放，总经理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香港的时候哦，大家应该有一些领导人还是有印象的。我们在17楼的会议室就开了一场领袖的星级会议，那场是星级会议。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区域总监 Eric 就在线上是跟我们分享，在介绍我们的 Elden 总经理的时候，哇，他那句话真的是让我记到现在，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讲 Elden 总经理本来是在台湾的，他在台湾的时候，他就要接到通知要把他调到来香港帮我们的时候呢，他一接到这通知呢，他就一直不停的去了解我们香港的状态，了解我们香港领导人的情况，我们这里发展的各种情况，然后就一直想着要怎样的好帮我们香港的这一个组织做起来，是吧？所以那时Eric 区总监他就有一句话讲了，到底拿把刀啊，把总经理的头切开的时候，你在就看到他脑袋里面只有两个字，香港，是不是？哇，那时候我听到我直接泪奔了，真的是很感动的。你想想，总经理他还没有来到香港，已经在为我们香港这个事业，我们这个组织，我们所有的团队要怎么样去发展，已经在不停的在为我们去设想要帮我们做什么。确实他来到香港之后为我们举办了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会议帮我们，是不是？所以说真的要再给一个最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Elden总经理。你看公司就是这样的去配合我们，之前疫情没办法来，这疫情一来，你看就要把香港做大，是不是？香港要做第一，是不是？你看总经理就是这样的，从公司一直就是这样的配合我们，我们的场地不够大的，挤得挤不下的，就为我们安排这样的场地。大家觉得这里舒服吧？舒服。一走进这里一个整一个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空间，我每一次走进那个大门口，我就感觉到能量满满的，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哇，你看到这里的每一个的设计啊，你看，包括那咖啡厅，包括一进来那一缝墙，看见没有？预备一点的。那个都是总经理他那么精心的去设计，然后去看监督督工去做的，非常的细心。他为了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去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好，是不是？是非常的感恩。想想看，公司就是这样的为我们去安排，配合我们。我们想要的公司给，我们没想到的公司也在给，公司所付出所给的总是比我们想要的还要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配合，是不是？简单的就是我们去配合。你看Elden总经理过来，我们给我们开了多少会议啊？世纪本世纪最大商机，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将军澳的那个东皇冠假日酒店啊，咖喱酒店，还有那个金玉酒店，是吧？哇，你看领袖表扬大会、事业见证大会，还有那个尾牙，有没有去过尾牙的这里？有、哦，都好多去过。还有博览馆，有没有去过？博览馆的表扬大会，还有那个周年晚宴，是不是很震撼呐、啊？你看。总经理就是这样的掏心掏肺的，用情用力用心的为我们去做，我们只要的就是配合。我们配合什么？就是参加会议咯，是吧？所以说有时候我是觉得会议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我看到总经理，哇，太惊喜了。不然我不去讲了。我刚刚还在念到我们 Kenneth 经理的名字哈，他就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信念是好强的，一念了就到了，你看是不是？啊，给我们 Kenneth 经理的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啊，欢迎你回来。我不知道我讲的啥了，好，就是讲到这个配合，真的是，我在看到啊，我们真的是这个生意，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最简单的就是配合，无论是你从上线跟下线的配合，无论是你跟团队之间的配合，无论是我们去配合公司的任何一个会议，是不是？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配合这一个动作做好了，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发展，更好的去，无论去任何的问题都会去容易去解决得到，是不是？所以说在我自己这样看了一路走来，我从没有加入LinkedIn之前，我在外面我是怎样的都是我一个人在单打独斗，都是一个人做一个人做，自己做自己的，自己做自己的，是不是？但是来到LinkedIn就不一样了，来到LinkedIn的我们就是靠团队，靠组织，靠公司，我们一起在这里去配合，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努力，一起去成功，是不是？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配合公司。接下来我们的培训会真的是，如果我是希望大家每个都要在场的，天神为我们去主讲，是不是？要讲什么？好了，那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然后就祝福大家，真的是身体健康，生意兴隆，日进万金，好不好？好，谢谢大家。